呀，你看，果然是我赢了！哇，我的天翼战神在里面转转转，正在欢呼。哦耶！可是你到后面才进来耶，你要一起进来呀。是啊，还在打打打，重来一遍。快是转呀转，旋转吧。用我最强的绝招，耶！这次我的天翼战神赢了。哇，他还持续在里面转呢。天翼战神对上波动三头拳。两个天翼战神好像都在躲波动三头拳，然后一直躲在他旁边，没有很直接的攻击。糟糕，这样子对于天翼战神来讲是很不利的，因为他是攻击型的陀螺啊。这一场波动三头拳赢了，天翼战神已经停下来了。哇，天翼战神坐上第一的暴风巨神，锵锵哦哦，锵锵，天翼战神攻击。糟糕，如果没有赶快天翼攻击的话，天翼战神是比较不利的啊！果然还是天翼战神赢了。哇，两个人哇 ，go go go， 三头八，哇，两个都在观望，万象宙斯还在外面转。哦，两个人只是轻轻的碰了一下，哦，碰了，哦，又把它弹出去了。两个一直在转圈圈，啊，没想到波动三头犬赢了。这真的是策略啊，这次换万象宙斯攻击他的暴风巨神，现在哇，果然把他爆裂了！万象宙斯爆裂的暴风巨神，啊，爆裂了，耶！